全年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因为当时我不是就是非自愿想要去全联，我姐拖我过去的，然后拖过去我就是抱着一种心态，就是我就上班归上班啦、啊，里面的交情什么的我就不管，就是他们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还、啊、就是不要去跟他们打好关系或什么的，做我自己的。我只有这样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月吧，才开始跟里面的人聊天。哎、欸，是因为那时候是我们换责任区，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做饼干，那个顾饼干的，然后就是下个就是到了换责任区的时候，就跑去顾罐头啊，或是一些清洁用品啊、杀虫剂。然后是换的时候，就是要交接嘛。因为我是新进去的，所以我不用交接给别人。啊，是里面的人教我说，啊要注意什么，怎么补，所以有没有东西，就开始跟人比较有在聊天的感觉。不然我当时真的就是打卡上班，就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就顾柜台跟客人结账这样子，多多少少多少，因为那时候还是有点忧郁症，然后。就这样子持续一个多月，几乎都没跟里面的人有那种交集，很边缘那种感觉。所以可能在这个岛上也是这样的感觉啦，就是都不会有跟人太多交集。前面呢、啊，就乖乖上班做自己的事情，很多都这样啊。你出去打拼，有些人就是要赚你的钱，然后寄一些钱回家里就好了。我还要想办法要什么，因为我的人设有就是说要帮忙家里分担一些经济，然后我还要想说我要怎么让钱丢掉，是丢给上帝吗？我说这些钱帮我寄回家啊，ATM 转账之类的，因为钱不能用寄的，安安哦，你怎么办？你的话你就给我刚讲啦，荧幕就是自动播啊，然后声音关静音啊，然后不要给我看画面啊，懂吗？我有个播放清单啊，就是精华嘛，我有讲过，我现在都是那边是继续播，然后就是声音关麦这样子。我突然又好舍不得医护哦，然后做久都有感情了。而且也知道流程了，没事真的没事，但是就是都没有钱。啊，心底心底。但现在还没有警察，是警察，都看过了。可是我觉得我的影片真的不适合小孩子看啊，感觉我。就整个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大变质，你知道吗？以前都是那种适合小孩子看的那种影片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开关就被打开，开始狂开车，也变成我的影片特色，然后就开始说以前的反省影片比较好看，现在都变了，这就是一个转捩点啊！以前的影片虽然有固定客群，但是。也是有人会喜欢你新的影片啊，就是跨越就回不去了，是回得去啦，只是就是变得少很多自己的乐趣。搞不好现在影片就是才是我自己呀，以前的影片可能就是腼腆，不敢放纵自我，然后就觉得太乖太无聊，对吧？看，现在开车开成这样，你们看得也很开心啊。莫名其妙就开了一段车，时速30突然飙到130，然后又飙回来。至少我的影片跟着观众长大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有几个，明明那时候才国中认识的干爹，现在已经大学了，像 Tina 还是什么的，超恐怖哎、欸。Nene 也是啊，Nene 当时好像才。高中现在已经到大几了，都觉得自己好老哦。然后你们那些从以前就支持我到现在的那种，已经订阅3年的，
再回头看，这都觉得我好老、哦。都在垃圾桶旁边了，顺便翻一下啊。哎，顺便翻翻看有没有宝特瓶儿。有话不好说，你不是去年才开始帮我的吗？可能说什么3年订阅好了，我说我自己好老，你光他小。确认过眼神，厄尼斯工具人。现在不能动不动搬家包扎了，不然以前包扎一次500块。啊，我都没有收包扎费用。安全帽没关系啦，偶尔透透气啊。现在开始有没有越来越随便了？刚刚说好的安全驾驶什么都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。我现在要放纵自我，看时速快100了，冲啊！冲啊！我在想，我每次换车，哎呦还逆向嘞，可糟了，我真的是坏了，我真的是坏掉了。不是每次逆向啊，我每次领车的时候油是随机吗？因为我怎么刚刚是60几，现在是20几？这就是不能跟你们聊天的问题。你看，跟你们聊天，现在闯红灯、逆向什么都来了，还不戴安全帽，重点还是无照驾驶。对不起，拍死！好啦，安全帽戴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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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刚刚繁星明明还很乖，停红绿灯还单圈吗？这该有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繁星回来了，好吗？哎、欸，我之前有跟一个女生就是吵架，当时她就是觉得我变了，就是说怎么突然变成管太多啊？哎、欸，存款加300，哦，原来没做事加300哦。然后她就说我变很多什么之类的，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她就是越不理我。我就越去关心他说你现在干嘛之类那种感觉，他说以前都不会，不会就是因为以前明明就是他自己都会理我，还会陪我玩，重点就是他都不理我不陪玩，所以才是我变的。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是刚想说我回来了之类的，然后就是压抑自己不要去密他敲他，结果他还是不理我，我又密他。然后说你不是说你回来了吗？怎么又在烦我了？我说你就不陪我玩哦。唉，哎，车库哎，咦，不小心闯红灯。教主不是没有啦，闯一次而已，切换。我要找时间帮那些人画图，那些人啊，帮一些画画贴图。可是我现在自己的图有点生不出来啊。我现在还有，我记得我还有扇子、亚克力，应该是亚克力吧，忘记了，吊饰。然后扇子还有啥？吊牌吧，我。8月就要行，已经6月底了哎，还剩1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，我要赶快。你们管很多哎，你们是很懂交通规则啊，其实我不太懂哎。我知道双黄线不能这样乱穿啊，红线以
以内也不能停车，对不对？我记得那种红线以内啊，是不能停车的嘛。可是好多人都喜欢停欸。冲啊！冲啊！喂喂！最帅！不是这里。哎，19就快没，就快骑不动了哎，太屌了吧！那我们这次试试看汽车吧。汽车就不用戴安全帽了。欸，有人呢、欸！欸，蓝小姐吗？怎么了？在干嘛？哦，没有，我在沉思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刚看到你的车是不是坏掉了有吗？哦，对啦，刚刚就被人家弄坏哦。啊？哦，是不是刚刚在翻垃圾桶那个啊？对啦，就是他。哦，好，不打扰你城市啦。怎么？你在工作？哦，对啊，坐哪一台？哪一个比较好开的啊？开的嘛，我刚刚都坐摩托车啦。摩托车哦，对这怎么啊，坐啊？我没坐过哎，可以我教我一下吗？就是你跟他租车啊，先押个定金。你可以租一台来看看啊。我应该等下是开汽车吧？汽车哦，那汽车是怎样？应该也是付定金，然后你回来之后再还你定金啊。好好，我考虑一下要坐哪一台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先坐。我还在想继续摩托车还是换看看，因为我还没有驾照啊，不太敢开汽车。身体还安好哎，你吗，刚刚不蓝小是姐？撞到吗？没。刚刚你不是说是你撞到我？那、啊、你人怎么就走了？哦，我想说你没什么事，我刚好有事忙啊，我忘了问你拿电话了，刚刚。哦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医生说擦伤了啊。哦，擦伤就好对啦，啊，那这就没什么啦。电话我看一下哦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用给我了，我只是哦。想说刚刚那边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。对啊，我还以为你肇事逃逸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哦，没事啊，有事我忙，不是我知这种道，我人。知道。啊，你们也来应征我刚刚送了送两货趟的哦，了，所以在那你边是同做一下事哦。part time 而已啊。我是看到别人介绍来这边说这边有工作可以做啊，然对后看了一啊，下那个保证金好像有点贵呢。没有啦，他会还给你有啊，呀、啊，我不刚然有你吗？试试看。有啊，我刚刚已经还了，有还给我你啊。不要把车弄不见呐、啊，没有，押金而已。我已经把那些刚来的钱买了烟啊什么之类的，没钱了、哇操！一来就买烟买干烟，那你赶快工嘛？作啊！我有烟瘾要不要呐，借？老烟买不枪起。哦，要不要借你钱啊？你借我钱，对我就先啊，不要，不你要不喜要欢借欠别人我？钱啊。没关系啦。小东，我哎、欸，缺钱呐、啊，你要不要借我？不要啊！你刚刚送的很开哎、欸，心啊。妈的，这不我是小刚才……春吗？哎，怎么了？刚刚想骗我手提电话骗不了吼哈，没有啦。不然加个电话啊，你还的真电话的多少？没有。我电话，你要我电话干嘛？是蓝交易吗？什么蓝看，交易？哎、啊，你那不是要是跟我说借什么？钱，总要跟你要一个电你话叫什吧？么？好，你要借我多少？妈的，我叫看我韩多蓝少？交，你怎么知道我我等一名下，我看一字？下我缺多少。你叫韩蓝算了，我好像没钱，交，对不起。跟我直接不是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借我钱？你欠多少？你是要管？你要干嘛？怎么缺钱啊？没你刚有去医像，院吼？对韩蓝啊，交易，我你刚知道去医院，吗？跟医院很贵、欸。刚刚你受伤多少什钱么啊？叫我好车怕。哪里搞1000块啊？哇，你帮我卖车的没关很系超啊，贵的，白我刚刚痴也哦、喔，当然是有摩托啊，车多送几次啊，就有没钱有，了。我刚才才赚了大概2000-3000块，一出去就被韩小姐撞哇，你没了，有就买赔车，了一当然没千。车开啊，你好讲啦好什啦，给么？你1000块啊，不用啦，大一家千都块不不好必要，过好啦，好好不是好好，大家都不好过好扯哦，我们都啊。啊，下先等人，不然你这电是话先工给作我的了，啊，好这啦，个在哎、欸。做这个 part time 有什送么货的，好赚的一起赚啊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自己开开我的看电就话知道是啦。2288，2288，4个，对吧、啊？4个，你的我多的白少？痴，好，
你还想要搞我东西主机、啊？对，我在香港，手机电话没拿成，还想拿我单车？你觉得韩小姐讲话很大声，很恐怖吗？通关哦，打开你手机，有收到吗？七零三七三，他讲话真的很大声哎、欸，大嗓门是不是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都还没卖啊，我要存啊。你叫马什么？忘记了马上什么？有啦，你身上是不是有？我两块钱跟你收一个好了。我马上好。不要就算，白痴哦、喔，那一个卖一块钱而已哦、喔。你过来干嘛？有没有看到？啊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你们知不知道除了这种工作以外还有什么工作啊？我想要白手起家。白手起家？啊，不想要起家啦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刚刚看有职缺，就这边比较缺人啊。有没有什么工作是可以用我一双手就可以搞定的，就不用钱什么的？你去打猎啊。打猎？有吗？你看你那个 Google 地图啊。哦，有人开错车哎、欸，哇！哇，那么有钱！看，跟他削一笔啊！哇，车窗全破了、欸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看起来你对这个城市很了解，那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。大哥，怎么称呼？哎、欸，你好，你等一下哦。哇，你怎么开卡车？这里不是。你跟公司租车就可以开卡车了。哦，没有啊，刚刚骑摩托车啊，看到开卡车有点吓到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太会那个了吧？刚来城市就有8000块可以租这个货车哦。那是因为你的钱都拿去抽烟抽掉了。你买烟买掉了哦。嗯、哇，啊你们是谁？怎么称呼？哎，同事啊，就是刚刚来这边赚外快的、啊、打工。对、啊，你们也是都来这里打工哦。对啊。哦，我是刚来城市的新住民啦。哎、欸，韩小姐，你讲话小声一点，好像很伤喉咙啊。刚刚站超远就听到了。没有，那个是我有时候讲话可以讲大声一点，就远一点听得到啊。哎呦啊，就担心你的喉咙啊。没事啦，我在想办法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，有没有什么工作是？单靠我的双手就可以的。刚刚我好像有听说打猎是不是？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、欸。打猎我也不知道嘞、欸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下、喔，还没有这边没有钱也可以送货是不是？欸、这边可以送货啊，刚刚。没有啊，可是我身上没有钱缴保证金嘞。你要不要先送摩托车的啊？我连摩托车都没有钱、欸。要不要借你钱啊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好像很喜欢借人钱呢，你借我啦！哇哇哇！干，我收利息哦。多少？啊，这样还是算了。你，这位小姐还怎么？这是单手哎、欸。你是缺多少？你跟我讲嘛。我缺一万呐、啊。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呐、啊欸？干，我以为你很有钱，你看起来很有钱。这公然猥亵，我是不是要报警？等一下，但是你这样的话要怎么赚钱啊？找到对的人就会赚钱啊，这有点对我的自尊有点不太行呢、欸。啊，没关系，你就去租台摩托车来开开看嘛。啊，我去试一下啦，我反正现在没有钱，他如果他应该不知道会变负数哎，就变欠钱的。你说先跟公司抵押吗？哇哇，存款减4000。哎、欸，你的车怎么坏？我你的车怎么？我还是先找一个办法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子，我机车会不会坏掉的话？哎、欸，这保证金拿不回来哦。机车在冒烟呢。哎、欸啊，你机车会不会拿不回来啊？我机车坏掉了。哎、欸，你这机车没有还公司。妈、欸、的！哎、欸，赔钱，赔钱。哇，你知道被老板骂死，我跟你讲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老板会生气耶。老板会扣你钱啊。你这老板不会放过你啊！你。还没上班，先赔一台机车。我现在已经负债了。
哎、欸，同学，你没带伞吗？借你一把。有，刚卡伞、卡住。气得撑伞呢。算了啦，4000块而已啦，小事啊。4000块很多钱啊，可以吃20-30多餐啊。没有啦，不然你就开单车去卖啊。哇操哎、欸！哪里有开单车的？别那么可怜，我帮你撑个伞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妈的，连不是可以先那个负债一下吗？你的心里是天都负，连天都下雨了。你的心是不是在下雨？我帮你撑伞啊。没关系啊，你再去看看能不能那个啊，或许银行可以让你先负债一下，你再去啊。我检查一下手机的打的那个银行 app， 你看一下银行欠多少啦。2200，妈的，有没有利息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要去赚钱啊！那你们车不要挡住我。他可以再付下去吗？我要开车呀！我怕你被老板打死啊！我也要开车，下雨不能骑摩托车。开货车啊！好好好，等要一个一个来啊，不然大家会那个。好恐怖哦！老板派车会那个啊。嗯，你们也是要做外送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打工。诶、欸，你是老板啊？我刚做完一轮而已。诶、欸，啊、你刚你是送什么的？我是送摩托车的。摩托车的。你们有送过汽车或是货车吗？哦、我是送货车的诶、欸。那你赚的有比较多吗？你摩托车一趟赚多少啊？300。300块。没有、啊、一个货是300啦，好像共五个。韩小姐，你要不要停骑楼啊？你的车快淹水了、啊。这个货车的一个是1000呢、欸，1000 啊几次啊？不是，我刚五次、6次、7次都有可能、欸。哎、欸，坐啦坐啦坐啦，是不是看油量啊？是油量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卡车就是货比较多啊？卡车，可是我也有比较少次的。哦，我是说那种单价。里面的单价比较贵，对啊，单价比较高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啦，那个人该不会是老板吧？他怎么、啊、不是？他不是，他不是。哦，应该不是老板哦。刚在车很凶了，我刚才被先跟公司借车啦。好好，你先，等下还我，等下还我。哎、欸，所以要哦，好。等一下来开车好了，不然下雨天用摩托车送货，我感觉挺辛苦的。对啊，然后换我，怕车撞到。路上小心。全民送起来！就开车就雨停了。哎、欸，他这个点也太机车了吧！哎、欸。啊，送到哪里？我、哦、没地图看哎、欸，这里吗？
到商店送货，哦，白痴哦，那边哦。哇，有垃圾桶耶。没有啊，司机货运本来就是蛮缺人的啊，到处都还在征人耶，就是爆肝，货因为送不完。我好想去找杰伊哦，就是那天跟我还有阿公在翻垃圾桶的那个女生，她声音超像圆圆的哎、欸。我那天有跟她讲啊，我说你声音好像我一个朋友，连笑声都很像，是摩托车哦，脚踏车。水系哦，哦，感觉卡着这都送商店的哎。取货咯。你要怎样才能找到杰伊？看他有没有订货喽？请问是杰伊小姐吗？签收哦。没有啦，随缘啊。因为我那天遇到他的契机很奇怪啊。我是在医院的楼梯，医院的后门那边翻垃圾桶遇到他、欸。正常来讲，不会有人在那边。离线或上线呢、啊？我是看到一个岛民登录，然后突然就是听到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是谁？怎么在这里？”我真的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正常人不会在那边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走啊？你要走，快走啦！这个车撞坏，你赔不起啊！确认过眼神，而你是边缘人。哦，这个好远哦。翻垃圾桶就遇见他。好吧，我们就在我们相遇的垃圾桶那边等待他。医院光头是谁？这是哪里呀、啊？我走这里吧。
哇靠！哎，学生妹吗？就过。操！你中啥小？我GT 的声音是不是开特别小声啊？声音，哎，真的哎，难怪有时候他们都说我听不到一些东西。阿霍嘞，我在这。你订的小，哇，没有啦。哦，这样声音大多了。哦，然后那时候怎么按喇叭，什么都没有声音。哎，他送的点那边都好多大垃圾桶哦。2公里。前几天不是拾荒岛吗？这次可能标题要改成物流岛。约德人对其为什么会恶心？效果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是我不对啦！送货送起来，要开始这一版 Meta 是物流。看哦，开救护车哦。感觉好好帅哦！不是，你要知道，我想让他先过，可是我这台车真的太重了，甩不过，让不了。等钱赚够，应该就是开计程车了啦。计程车就是，你只要加油钱，没有付定金，然后就可以一直开下去。狗狗。一只小垃圾桶可以翻吗？照理说里面应该更多吃的啊，来翻翻看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这垃圾桶不是垃圾桶。哎呦！感觉那个车速应该也是货物吧，送物流的吧。安安，开车可以跟司机拉塞，可是要跟 NPC 拉塞真的需要
厚颜无耻一点。厚颜无耻啊，想象力要更丰富一点，够会演戏。好啦，知道了啦，不闯红灯了啦。九六，可以再玩家，可是通常不会有玩家想要坐计程车啊，他们就直接抢车了啊。懂吗？他车子就直接抢了，然后才会，因为之前鬼岛海啸或什么的，大家的做法就是抢一台车，不是叫计程车啊。因为有时候叫计程车，可能计程车司机的车也被冲走。欸，这一趟还中很久欸，很多趟欸，看你能多低。这台可以这样玩吗？小对啊，有人打出来，冬天的冬啊。我那时候 ID 想超久，我本来还叫流星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垃圾桶好特别哦。好，对啊，我是该找工作了啦，做的对。做的对，那现在嘞，我要去哪里？对不起，不要撞我，不要撞我，不要撞我，对不起。这个也是送货的啊，看是启发。我停不下来，我停不下来，对不起，我停不下来。咦，哎，他是，我要被我撵哦。大家都在这欸，这怎么变这样啊？哎，播个广告哦。
十秒后播广告哦。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了，我们还要继续送吗？还是应该做点别的事情了？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去翻个垃圾桶好了。我们不要沉迷在赚钱，去翻垃圾桶。哎，我记得应该还有一个点啊，怎么建呢？钱够开计程车了吗？还不够，要15000。妹妹嘞？不知道哎，她还没回来哎。等她一下吧。不是，我的外送地点不见了、欸。看我怎么还车？糟糕，不巧，睡在路边。哎、欸，小东，嗨，我刚遇到你弟耶，他说他叫陈小点，陈小点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他说陈小东是他哥啊，我没有弟弟啊，真的假的？干他骗我，没有弟弟啊，我靠，他刚有一个穿着，我忘记穿着什么，头上有两根角的，他说他叫陈小点啊，他说陈小东是他哥，陈小刀是他弟啊。谁啊？不认识哎、欸，不知道、啊，被骗了。看到小心点，他讲话好像都乱讲话呢。鹿角我是有看到啦，在我还没来打工之前，有看到一个骑鹿角在送货啊。干，为什么那边有一个很可怜的人啊？你有看到他吗？你说从轮椅上掉下来那一位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靠腰，阿喜来了、喔。试试看。哎、欸，你这个低个等可以吗？干，阿喜来了、欸。搞不好。车啊。这个不是送货送到一半的吧？不是啊，公司的车有那个、啊。哦，有包包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看这人还不熄火，车就丢这里。那、啊、算了，把它藏起来吧。大物流时代。
我想去翻垃圾桶了，哎，别敲我。这些人的车都很耗油呢，都不熄火的呢，是不是都不是他们的车啊？感觉不是啊。那很夸张哎。翻垃圾桶。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啊？我不知道哎。要搬垃圾桶还是继续送货？好纠结哦。好啦，送货送货送货啦。好，麻烦你。欸，请问你是送货的员工吗？对啊，来打工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旁边那个他也是送货员吗？我不知道欸，他刚不是把车开到边边就跳下去了。啊，因为我看他，你看他扶着屁股一直走，我不觉得很怪吗？哪一个啊？刚金色头发的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没有欸，我看他手是用摆动的欸。欸？因为我看他，欸，你看他现在又举起手来了，那个，哦，啊，不不不，不是那一个，那没看到嘞，欸，嗯，哦，你是说那边那个，哦，啊，对对对，有些人可能看到会不一样啊，哦，那老怕他在那边来来去去的，等一下如果送货的时候撞到他就很麻烦啊。所以我刚刚在看，看有没有人要出去，我才敢领车。而且那台货车是你的吗？不是啊。哦，我刚刚以为有人要出货，所以我在等车出去啊。因为不知道谁领出来的车没有去送货，所以我很怕领车的时候会。卡到他，啊，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，哎，我们同事还蛮多的耶，抢劫能用，都来打工的啊，物流很缺人哎。那倒是啦，不过說有啦，只是你有没有边边送货的时候边翻垃圾桶啊？有啊，我看到一个宝特瓶掉出来就去捡了一下。钱真的是不好赚啊。对啊，开久了有点疲劳驾驶啊。那得小心了。不过我觉得货车虽然钱。但是谁啊？你知道开起来比较累啊，比较辛苦。对啊，刚刚爬个坡就有点问题了。我们物流中心的停车场好像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车停在这。我觉得不太能出去欸。这边有轮椅，有车，又有那台，那是什么？那台不是机场才会有的吗？还是高尔夫球车？哎，院长哎。是说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陈小东。陈小东。对。冬天的冬。哦。
好啦，你要先领吗？还是我领？哦，你先，没关系。我等下有车，好。我刚出两趟啦，休息一下。我去！哎，这是刚才的大哥吗？我刚才照你说的去挖了个矿，还蛮好赚的。有48，后面那个也有蛮多的。对，后面那个我不晓得哎。那边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。我去睡一下觉好了，看睡个觉起来会不会比较好。怎么机场2公里？哎呦，爆炸！